见贫穷苦难，沉空脾为海，死为肩罗船，令到贫穷海，期待自民心啊，心赴大福田啊，死虽不求报，自获大福报。就是讲，咱正面一直伫咧描述这人生的苦难，除了人啊、动物啊、地界啊，种种的苦难真多。一念的偏差，做了无量无数的恶报。地界、魔鬼、畜生，再来人间啊！人间啊，果是贫穷苦难啊！贫穷苦难，一人嘛足多啊！到介迄个贫困的国家，举目比比皆是，工业贫苦的人聚在一起啊！这么多人，看起来譬如亲像海遐尼宽，遐尼正多的贫穷困苦的人，那要啥物方法来解救呢？唯有布施啦！这个爱心布施呢？亲像迄个坚罗尊，真勇健、真大台的尊呐，令到贫穷海，咱会当伫迄个苦海中一一解救拔起来，度过了这个苦难的贫穷海，死虽不求。报啦，自获大福报。布施只是凭着一份的心，甘愿欢喜付出，把这个布施变成了呢，是咱最快乐的活动。安尼呢，这无求报，确实呢。自然得到真欢喜啊，得到呢这个大福报啊。常常咱都会讲，有时阵看到人啊，都遐尼有爱心，同款呢，伊嘛是遐尼贫困啊。这常常伫咧讲，过去生都无去造福。一世人来到人间啊，会当听到法，会当转变人生，把伊的心打开，把伊有的力付出，就亲像过去大陆，有一位老师傅，伊的寺院呢，已经是年久失修了。伊感觉讲，应该爱把这个古寺呢，搁再来给维修重建呐。所以，伊逐天都是出去徒步啊，去化缘，希望会当呢啊，乡村乡镇的人会当完成伊的心愿。不过，伊安尼几那年的时间啊，就是得来无偌多啦。这个中间，都有一个囡啊，是孤儿啦。这个囡啊，身躯啊，
啊，臭头烂耳呀！啊，逐天啊，就去挂迄个小饼，啊，就来去卖。看到这个老师傅，逐天逐天出门，乡村里的人呢，大家人无尊重，阁无要布施，伊看甲心真艰苦啦。家己虽然是这么贫困啦，所以伊有一天决定啦，我就是无吃，我也愿意呢。自今仔日得来的钱，我完全拢总捐予老师傅。这个小禅宗的人啊，看到哎呀，这个囡仔都家己的衫裳都未饱啦，也过呢。现在拢总甲钱拢捐出去，啊，咱呢啊，大家人面面相关啦，感动啦，所以呢，个人就捐来完成老师傅还修伊的故事啦。所以大家人一个团一个，一个团一个啦，无偌久的时间。这间古老的寺院啊，也开始呢，就动工咯。有一天啊，这个囡仔忽然间呢，目睭无看到啦。搁再经过几工呢，搁再跌倒，脚骨搁断去。搁经过了几工啊，因为目睭无看到脚骨。走路阁袂在啊，所以呢，伫迄个粪坑的边啊，伊呢徛无拄好啦，规个人拢跌对粪坑落去，这囡仔亡性啦！哇，规个砖头的人啊，围咧看，大家人议论纷纷，做甚无好报啦！老师傅在咧打坐的时，忽然间呐，哎，看到这个囡仔来到伊的面前咯。老师傅问伊讲：“阿达，你现在跌落粪坑死去，那你现在呢？你的心有后悔也无？有懊恼也无？”这个囡仔回答得足轻松啊，无啊，我真欢喜，因为呢，我得到解脱啦。我现在知影，我过去心中过去的过去啦，做了真多的恶业。本来我爱受真多生的苦报，我已经受过了畜生道来生人间，可是呢，来到无所依靠，我的身躯呢，就是臭头烂耳啊！我一世人结束了后，我的业呢，来世人爱搁再受真多呢，出生道六根不济啦。爱阁受几那生报，最后的心呢，就是爱生在粪坑的塘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一心的发心，我多生的业报呢，在这个时阵啊，短时间的内底，安尼受完啦，所以我要来向老师傅，你讲感恩呐、啊，但是搁一个心愿，请老师傅爱替我完成。伊讲砖头的人人啊，看到我跌落粪坑，大家人伫咧做口业啦，议论纷纷啦，讲。为善无好报，
想要请老师傅呢，将我的过去向大家人讲，我是过去生中所造作的恶业，爱受多生的报应，我会当重业轻受多世的罪业啊！安尼呢，一生受完，拜托你将我讲的话呢，向庄头的人，大家人讲予伊清楚，予大家人唔通发起了这种诽谤佛法，这种断人的善根。这是我向师父你所恳求，让我拜托啦。哦，忽然间老师父出定了，赶紧的出去到个庄内呢。这老师父就向大家人开始讲这个囡仔过去生啊，长时间做了真多恶业。道生业报，一世人受完，大家人听老师傅讲的话，哦，心开意解啦。这个故事呢，用在现在，《法华经》讲吼，那这种贫穷下贱，为人所说，多变小数，无所依。下面的经文，咱看吼，随亲富人，人不在意；若有所得啊，则心服忘食；若修医道，顺风治病，敬请他者，协和。地数啊，随亲富人，人不在意啊。虽然有亲属，有血缘骨肉最亲的人呐、啊，一旦呢看到伊的亲情，或是则是朋友，啊，伫咧落难的时，伊会当拢总无要管伊，无要插伊，所以。若修医道，顺风治病啦，敬请他者，协和地数吼。咱人人啊，的身体有四病四大病，因为呢，咱四大不调，咱的身躯，咱呢也有地水火风啊。你看，一个人的身躯啦，就是袂用的欠水的啦。人身躯这个血流循环啦，水分啦，是占大部分哦、喔。那么水，咱的身躯爱有温度啊，温度无够啦，人若断开去的时吼。就是已经失去了温度，那就是火带不掉啊。那咱伫咧呼吸、喘气，那就是风带呀、啊。一口气出去，一口气入来，那么风带那是不掉啦。气喘，风带不掉呢，那一口气停落来，人都。风行啦，地，这个土地，那你身躯摸得到的肉啦、骨啦，对，这呢，就亲像地共款啦。讲起来，那你身躯是四大爱调和，四大不调呢，百病丛生咯。Thank you.
所以讲世间别项的行业会当无，但是呢，未当无有医疗事业哦。那这个医道也过停啊，就是顺风治病啦。按照呢，伊所学的方法啦，甲这个药方啊，等等呢，对症下药吼。所以啊，医道要安怎看病啦？古早看病呢，就是望闻问切。啊，人来的时，病人来较面前啦，医生呢，都爱真细心来观察啦，所以望吼，爱真细心嘛，看伊的这个皮肤色彩等等，啊，都爱搁再甲问啊，问啊，你即嘛是安怎啊？问甲真清楚啊，然后呢？爱好好来把脉吼，所以讲望闻问切吼，那好好啊看，啊好好啊听，听伊表达伊身躯的感觉，安尼来判断伊的病痛，也都搁在爱看季节，啊了解呢，这是风。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，哦，真的，拢有这个病象啦。所以不管是过去古代的汉医，现在现代的西医啦，拢是爱经过了接受训练、教育、训练、临床等等。哎，顺风治病啦，人讲先生言，主人服吼。啊，医生过去生嘛，都爱甲人结真侪好缘，做真侪福报啊。病人呐来到伊个面前呢，敢那看到医生，病都好一半以上啦，福缘汇合啦，自然呢。医生甲病人的中间呢，都安尼，这个手搞病治吼，妙手妙法妙人医呀、啊，啊那是呢，有诶都真认真，特别治病啦，要甲病人治好好吼，啊明明呢，所开的药啊嘛是这么好的药啊，啊但是呢，这个。病人的病啦，总是呢，一日搁比一日较沉重啊。这种虽然是顺风治病，顺这个药方，顺这个病症开药啊治病，但是竞争太激吼，好、哦，这嘛是真无奈呀、啊。所以讲，医法为治病啦吼。那医生，大家人呢，拢嘛是按照这个法来给治病啊。这种的医术啊，拢是同款。医生呢，伊家己呢嘛真自爱哦。那律为纠正治疗之术吼。那医生有医生的法。医生有医生的戒律啦，伊要对病人呢，伊嘛是爱真戒心呐，嘛是真认真看重病人的性命，这安尼伫咧治病啊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会竞争？同款药啊，安尼个治疗，搁再呢增加伊的。疾病最后往生，
真的就是有时阵啦，咱虽然唔是医生，但是有个人啦，就讲啊，这个病你都唔通去看西医，我带你来去看中医啦。哈、啊，中医看，就讲你听我的话，吃我的药啊，唔通去开刀。啊，都安尼呢，延误啦。印度人的人，佮印错了方向，佮人看病的人，那延误了人治疗的机会。亲像这种的代志呢，咱嘛常常听到啊。啊，那无就是去问神啦、啊、问卦啊、等等啦，这无正确哦。对身体治疗。倒位有病，赶紧的彻底检查，对症下药，这都要及时啊，袂用的延误啦。就亲像伫咧听法，啊，听法呢一知半解啊，那错解误解啊，把这个法呢传唔到去，那断世间的善政吼，断人的慧命也唔到。所以期待大家人真正爱提高境界，爱真谨慎哦。那接落来阁讲，若自有病啦，无人救了，失服良药啊，治服症结，若他翻译啊，草结切刀，如是定罪，行利其用。别人有病，咱增加了别人的病，耽误了别人治病的时间。啊，家己有病的时呢，无人通好来帮助咱啦。甚至呢，那就是服真侪的良药，治服症结吼。那这种的人嘛是真侪，因为世间苦难偏多嘛。破病是一种真无奈啊，明明是一个良医啊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病治伊袂好嘛有啊，所以讲起来，这个病落去呢，搁再转极吼，这就是譬如极苦的感受，世间极苦莫过于病啦，何况。病的苦呢，真正是病的苦，搁再加上了无人救了吼，那或者是吃搁较好的药啊，反倒倒来呢症结。若他反应呢，草结切刀，如是定罪啊，应利其用，这个反应作乱。用何人间啊？啊，常常讲人祸啊！宏观天下，偌尼正侪国家，这个人祸直直起呀！这真正是为名、为利、为贪欲，安尼呢就无法度和一个国家会当平安祥和。这种叛逆吼，作乱呐！啊呢，有诶，少数人伫遐伫咧政治争端呐，国土争端呐，安尼呢连累着这个真侪无辜诶老百姓，四季诶国家呢，拢成为难民吼。这种呢，社会一乱起来到底啦，不管是人祸天灾啦，都会发生了这种呢，这个强抢掠夺，或者是呢自相超夺吼，这呢都是失福吼，咱过去无造福啦，所以啊会碰到这多这多的灾难。
所以啊，那这就是改姓的恶人果报哈。那后来所得到的呢，就是坏理财用，咋会碰到真多的灾难？不管是任何的灾难、天灾的灾难，等等啦，拢是哈。啊，所以失福上者就是既有恶果啦，必无福有哈。那无这个福的果，所以都无这个福来庇荫人哈。所以无依无靠啦。虽然呐，学世间功课或者是学佛啦，所有得到的时呢，嘛是真紧都袂记哩呀。咱听法啦，还是安怎袂当入心呢？啊，这嘛是过去呢，欠修啦。所以咱的业吼，那定定呢，这个脑筋袂开通啦。所以啊，听到的呢。顶顶拢袂当通记伫心里，无法度真透彻吼。那得而复失啦，学医本来会当救人，反倒倒来呢，误人的性命吼。所以常常讲，做医生爱造福啦，爱有福呢，才会当呢啊，药到病除啦吼。那要阿无相反呢，搁再增加伊个病痛吼，啊，误人个性命，啊，他人做歹代志啦，那自己呢去受着害殃啦，啊，这歹代志唔是我做个啊，是伊做个啊，啊，那个难民是我呢，同款个道理吼，总共一句呢，咱学佛啦。爱好好用心啦，修福啦，伫现在都爱开始。那现在所遭遇的环境呢，是过去的吼。那现在知啦，都爱开始做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。